我是怡佩。我最近发现了一个新东西，听说 Friday 钱包超好用的，到底可以用在什么地方？我现在就拿着手机要帮大家试用看看，走吧。概念是蛮酷的，它就是像我们把一般的钱包藏在手机里面的感觉一样，所以以后我们只要带手机出门，就不用带一般的钱包咯。其实它有两大功能，包括了有感应支付、条码支付、绑定信用卡支付，还可以累积 Happy Go 的点数。所以啦，今天我就要用 Friday 来取代一般的悠游卡，我要用 Friday 来骑 U-Bike。有卡去接 U-Bike， 那我现在要用 Happy Cash 搭捷运。真的是超方便的啦，果然是一机在手，畅行无阻，手机就是交通卡。接下来我要用 Friday 去便利商店买东西。那我在买东西的时候都不用拿出钱包来，只要用手机逼一下就可以完成了，真的超方便。而且发票都已经帮我存在手机里面了，哇，现在已经有了 Friday 钱包，就可以帮我搞定生活大小事哎！我现在手机有了 Friday 之后，逛街跟 shopping 选择都真的超多的。我收到一个礼物哎，有人送我一杯咖啡，你看。怡佩，谢谢你，希望咖啡暖暖你的心。哇，原来现在 Friday 还可以远端送礼哦。哇，我今天真的去了很多地方，而且做了很多事情。现在手机就是我的交通卡、信用卡、几点卡。不止如此，还可以储值 eTag 缴停车费跟对发票。哎，你看我今天整天都没有拿出我的钱包哎，所以啦，大家赶快去下载 Friday 钱包，真的很好用哦。现在呢，只要到远传门市换 NFC SIM 卡都可以免换卡费，而且如果有 Friday 使用上不清楚的地方，都可以到远传门市来询问他们哦。